真是难为小圆了，别让我说话，口红会掉。人呢？嗯，老板跟聂总出去吃饭了，刚走几分钟。哎呀，没关系，你现在都是2.0版的小圆圆了，这公司不行，咱回家嘛，家里才是主场。还家呢？ 家里口红早就掉没了，你让他一个人待会儿吧。害得我花了这么多钱，居然跟别的女人出去吃饭，男人都是大猪蹄子，果然没错。怎么了？吃醋了？你怎么回来了？回来拿点东西。那你去拿吧。 这里是办公室，没想到你居然为了我精心打扮自己啊！这么穿也挺好看的嘛。哼，算你有品位。我呢，也只是试一试，没想到还挺合适的。哼，那你要继续保持你对审美的自信，对我也一样。我有个东西要给你。 这什么呀？给你穿的呀！你看你平时穿的正正经经，一丝不苟，也是时候该换换风格了。我穿成这样上班，下属怎么看我呀？用眼睛看呗。